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小明。今天有几个网友特意从南京这边赶过来，跟我一起出来赶海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南京的朋友。真的谢谢你网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，真的，我们兄弟几个一路走来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。然后就是春花今天又考科目一了，不知道过没过，然后就不管了，我们就兄弟几个先盘了再说了。阿峰，开杆。怎么样，挖到什么东西了？春花今天没来，小春花把这边的海域的螺都承包了。小美女，第几次来海边呢？小春花比较腼腆，第二次啊。还可以，那你小心点啊。哇，鞋子没脱直接就干进去了。小心啊，这来点到你了，谢谢。阿峰，水关了，可以了，不要拖了，开始找货了。哦，这边一条来了，哦，那个把你找过来，你看，哦，来了，不要那边过去了。哎，哇，两条，李总。嘿，这边一条，这边还一条，拉出来，哇，来了，来了，哇，今天这个好露西啊，来了，还有一条，拎出来，来了，三刀鱼漂亮吧。小的事情我就不管他了，这个一群小的就不管他，走去那边找一下。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，再拉回家全部死掉，就一下子就不新鲜了。我今天负责提土的哈，来，哇，红彪彪，没事，抓一下扔土里面来，大的来，小的不要哈，来看到啊这边一个，哇，来了。红彪彪，红彪彪，来，扔桶里面。这个菜小不要，这个菜小不要。十刀就让我来搬哈。啊，你来。哦，这边哦，八爪鱼你看，八爪鱼，那个红八爪鱼，这一个八爪鱼，来了，哦，来抓起来。哦，两个手。来了，那大虾子出来了，哎，八爪鱼在那后面出来了。哦，那边，来来来来喽！哦，十刀八两给他做，十刀八两，来，进去了。对了，螃蟹小一点，小螃蟹不要。还在里面。小鱼十刀啊！哎呀，八爪鱼出来了。哎呀，十刀搞的。哎，我来，我来吧。哦。不要吃了。不，那我来。不用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干啥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把手一喷了，喷过了。来来，我把石头搞掉哈。来坐。现在过来。哎，我把石头搞掉了，你来坐。
小的都不要抓，小的螃蟹也不要抓，小的也不要哈。这边哦，跑到这边来了，只抓大的，大的来，小的不要。我来，我来，石头我来搬哈。哎，来，没事，抓过去。还要喷水。喷水。在那边了。没事，我把石头搞掉。喂，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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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它揪，抓它揪，揪把它拎出来。揪了。抓那个，须把它拎出来。抓它。尾巴可以，也可以抓，不用怕，没事，它不咬人的。来了。没事，它不咬人的。哇，哈哈哈哈哈！睡觉的结尾工作，我来搞了啊！哇，一群你看，那小的就不要了，不管了，来，哦，搬回去，哪里？来，嘿，哪里跑出来了？还是刚才的？哇，又来一只了，又来一只了，这只比较大。哇！今天要不要给你抓一只？吓死你！大爷，看了，还有小妹，那差不多了，都找遍了，直接看鱼货吧。来，小妹你，今天都是你的战利品。看鱼货了，哇！今天这个八爪鱼到了两个，哎。红斑抓了一个，然后这个三刀鱼也抓了，十几公也抓了，差不多有一碗。然后这个小青龙，小美女抓的，小美女这个给你龙虾泡面好不好？最喜欢吃泡面。今天换人，不是你的阿基。那可以可以，那我们差不多了，东西收拾回家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你们。来，小美女跟大家再见，打完拜拜一下。拜拜。拜拜。那这些鱼就你们带回家，带回去那个加工一下。这么远大老远跑过来也不容易。哦，妹妹哈，谢谢，有没有谢谢小梅叔叔？谢谢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啊。哦，那你们中午就来个，我们就没时间，家里面事情太多，就不跟你们不陪你们吃饭。好的，好的，好吧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欢迎你下次再来哈。欢迎小梅叔叔，以后到我们南京玩好不好？可以可以哈。你跟着小梅。